好，今天呢游戏呢分成四个关卡，然后当然过年嘛，赢得那一组呢，因为你的获胜次数越多呢，就可以拿越多的红包啦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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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你每个游戏我们会交换轮流的那个。对我们来说也没差，反正赢的人永远都是我们。OK， 你们不要再吵了，人还在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，好，各位。今天会非常的刺激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第一关呢，你看到那个气球爆掉呢，时间就到了。没错，好的，好，答题越多呢，就获胜啊！那准备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好，加油啊！好，准备，快点！鸡劈腿，鸡答对了，劈腿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星星，哦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有在充气吗？气球在充气。对，魔法师没错，就是魔法师，就是阿力波特，面包超人，全班超人，面包超人，快点，飞天小女警，快点，谁谁 ？Big Bang， 你跳到经典了，跳到经典，跳到经典，什么经典？江南大叔，第一次八十两次哦，他不管男子汉，头上戴什么？猴子，猴和什么？金刚，头上 ，app， 三十四，三十四，海大，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啊，那个全，三个字，功夫熊猫不是。小猫，对不对？小猫，当机。好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机长，机长。第一个字是爱，然后第二个字是。完了。投球，雷神索尔，陈慧英，一把刀。F16开来摄影棚是不是啊？感觉这次我们舞台要起飞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问一下，我跟你们讲，他后面发了疯的充气，这是正常的吗？对啊，正常，正常加速啊！我跟你们讲，松松汗，我要恭喜你。那新的一年这个叫什么呢？红爆了！红爆！哎呀！其实我刚刚有讲答案的，可是你讲的答案是什么？他这样嘶完全听不到。那我给你是讲，好，其实我是讲错的啦。我想要爱，然后他说四个字，然后想说爱因斯坦。然后他开始撕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想要斯坦这样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分数，好不好？好，分数呢 ？Apple 这一关呢，他们拿下是三题的答题啊。凭良心讲啊，你觉得老鼠屎是谁？哎，我还没上去玩哦，还没轮到我就被打掉。对啊，那就是你啊。是优米，不是我吧？有一个站，我觉得那个很重要。不要，张家伟，张伟，你孙悟空是不是？你是孙悟空。这边哪看得出来？你少了孙悟空最重要的东西，紧箍咒。那个哪有那么难呢？好，那我想问一下 Eason Elsa 公主，你要怎么比？来，艾莎公主，艾莎公主，就 Let It Go， 不能唱啊！哇哇哇哇！对，假摔耶！太重力，太重力，你要到我的头垫太高了。没有，那个看不出来，你要穿两件内裤。Eason 好会抢镜头。好，来接下来换组，攻守交换。三分，三分就够了啦 ，OK 了啦，两个 pass 都还用完，对，好 ，pass
只能用两次哦。好，知道我们知道。对，小杰队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也准备开始了。好了 ，OK， 来预备，加油加油！怎么了？怎么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继续，开始，开始了。三个字，牛魔王，好像，老鼠，老鼠，什么鼠？耶耶耶！这是什么？米老鼠。对对对对对，米老鼠，拔一毛。哎，好的 ，good job good job， 哎呦，哎呦，李小龙，对，李小敷面膜，哎。老鼠屎，他真的好简单啊！小叮当啊，不错，没有没有哦。哆啦 A 梦在开锁，哦，哎，太简单了，你要继续玩了，你要开枪了，天哪！哇哇哇！劈腿，开枪！好，卡关了，卡关了，来，马上走，卡住了，另外一个，再来，再来，另外另外，李昌，你先走，再来。系胸罩，系胸罩，不对不对，电电塞电子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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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摩胸部，解解胸罩，不对不对，你怎么把你都讲出来？穿衣服，穿什么？穿背心小可爱，不对不对，穿胸罩，对，当一个美少女，奶罩，另外一个讲法，可爱，讲法。三角站，这个是哦，经济独立。哎哎哎，下巴下巴快点，哎，主播组，啊，金刚狼。游戏呢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在个性，跟他对于物品上面的形容是怎么样的，好不好？笨蛋，哎，笨蛋，笨蛋，笨蛋吗？肮脏，胸罩，内罩，内衣嘛，对，所有你都讲过，你就没有想要内衣？没有，对，刚刚，对啊，他是比胸部这边，奶罩好粗俗，我就会想到，对对啊，为什么没有想要内衣嘞？因为内衣是衣服，就是。里面的再解释都没有用啊！不好意思，太舒服了，怪不怪的？我去调教。不要这样怪梦圆了，因为呢，这个 Ria 刚刚所有的那个演出都太煽情，集中在某些地方，难怪那个梦圆呢，反正他的脑子里面就是只有什么照，所以呢，他就一直往那个方向发展了。对，啊，不过也是看个性了，没错，没错。哎，你也点头了。OK， 好，我们这边呢，拜拜。我们答对了五题，好，继续好不好？加码，来，刚刚是人跟事，接下来再加一个地点，哦，人事，人地事，好难比，人地事，人地事，来，进阶版这样。男神采集太激动，道具竟当场捞跑，你快点。